伊就讲赤裸身，赤裸身甲分做三十，一十三笑，他说一十三笑，甲讲的声音，头啊在落的重音的中杂，先落分合，尾啊在轻的，所以伊就出头啊在叫低，尾啊在叫轻，中杂叫低，所以天地用中杂代表十字。代表咱今年的十二个月，三十六，一支叉三十六，代表今年三百六十，啊，代表今天三百六十，啊，加上初中十七度水，度二十四日，可以骑楼住二十四日，用二十四次，其他的量我加合七十二日，就用七十二日，好，啊，但了后呢？现在总是得每个做事情，做事情咱的感情会多点回来，所以做事情，这个多年上无根，是知情上太根，哦，啊，所以这个多就吃一个鱼啊，就是走路，一头就上一个鱼嘛，就金刚，哦，啊，做两条线，一线就是落的，一线就是深的。所以咱古早的天龙线，未经几条线，未经两条啊，现在嘛两条，现在嘛两条吼。所以用天干路，那么因为用这个天干路了后，经过红衣经过了五帝了后，哦，再来天三条，天地人本来是天地人，那就是条人。用五条，静摩静摩的静摩的这五条，到了本王是正第二天王开始，以哀怨加了本王，哦，啊到本王要发生几条本王，所以到尾啊这个情的线拢都切掉，叫做本部七贤情，所以咱今嘛现在应该应归应。确定，好，哦，所以就依然按照这个规则来讲，好，哦，啊，所以红红，好，哦，这边啊先写的是红红，好，哦，啊，红红该是代表着这个气象非常的祥和，所以无论讲明也好，红红也好，若无太平经济，无太平经济这就出现，好，哦，啊，所以边啊红红，这个就是好。好就是好，就是好天好，好好的意思。所以好修行，在数年的内底，好修行，古修行，六修那边，所以代表建立这修行的名啊。所以也希望讲咱这样好法，好修行哦。一边的一年，一年哈，一年，即卖一年有两件哈，那一年。无开嘴的，叫做知念；有开嘴的，叫做贪心。贪心，是啊。所以知念本来，知念要讲系真自我，以作念处，所以以卡地万呢。所以所有魔作的障，知念有障。啊，虽然以作念处，如果含苦、含灾、含法，是三蕴中恶的。所以说人者无敌，人家无敌的平安。啊，所以第一个行业用打八步，打八步。所以第一年就是讲一条，一就是人，所以十八步。所以打八，哦对，那啊，火炉啦、灰心啦、平啦啦、米啦，八千的八步拢也卡得。好，哦。但是呢，这个意念啊是开垂，顶凡有这个意念代表日，哈，代表日，等这界咱人不能贪，所以伊已经，我头先讲，伊若开垂，变去困日就是叫做贪心，伊若贪心吼，伊讲贪心头嘛要食，好，安尼就对了吼，哦。所以咱中国吼，这个空虚空虚。空腹的处人，伊的门口，伊的迄个在边啊，门口都画一只
simili a ciò che voi bestiali vedete, a noi che già simili che è tam si tam si si è convinto che ha più una se è che fa tutto non si è più una tam si fa vera sonno se è tutto è tutto è che ha sonno non si fa a me c'è la fa so è so è che è simili si è ne la fa a so è una vera sonno è poi si va a dire con gli stessi ทำไมต้องเย็นเจ็บเจ็บเจ็บเย็นเจ็บอยู่อีกที่ซอยอิ่มชุ่มเนี่ยนั่นแหละตั้งเขาว่าเจ็บเจ็บเยอะเลยชิ้นเนี่ยที่เจ็บหนาเนี่ยนั่นแหละตั้งเชียงจุดเจ็บยิ่งอิ่มชุ่มสุดขอบที่สุดเจ็บจีนเจ็บเชียงขอบอันก็เรียกเนี่ยวันเสาร์เจ้ากุ้งเสียงโตวันเสาร์เจ้ากุ้งเสียงโตเลยนะที่ฟันโตออกมา好一贯的佛法它其实关于这个三种咒那我一直让它吃起来这个话里面说它关于这个文章都讲话都好那是已经了一种那风水吃风的可是风魔三的一个讲话都是七天的事好它就是那些心理遵循咱有一个落落了结的心性，金发之相，这个外相，这个外相，吼、哦，所以是老母娘的心有意，伊就亲像咱这讲的带刀护命，所以带将护命，袂使去拿外刀，拿外刀是气根的事，啊，所以关公无拿外刀，啊，跟鲁迅说还是一个讲。啊，我为了讲啊，鲁迅做排骨饺，是讲去过饺吼，火上烧鱼吼，将天天上在烧，啊，所以讲鲁迅做是太健康，不太健康。其实天天上在忙那个烧饺，家里自己饺，哦，人有人在问，问讲乾隆啊，乾隆啊，听讲你自己饺，会当天地之外传人头怎样？鲁迅做讲不一样啊，我是饺会当天地之外传人头。不讲自闭，我嘛讲自闭。那讲前面之外观音堂，伊讲我无哩开始讲这种啦。伊讲我是讲观三行，第一观参欲，第二观心念，第三观烦恼。好，第一观参欲，所以咱人现在你讲开，也是着作怪，这个也做为什么？哦，这个痛苦就是参欲。所以讲的人生贪欲无限，吼、哦，一贪欲，所以贪欲会生第二个生啊，第二个生亲人。因为将来在这个世间，有当一个这样的亲人，有关系的。就是讲，比如我做这个，比如有当时啊，我食足的高丽巴掌，对身躯无当感觉有好处，也无感觉吃药。但是呢，一饮一进去的毒药。可能哦，就爱吸住嘛，哦，所以才讲了说呢，那人间啊，这个情作为了，有人是要父母生咱，生咱是咱养，有人是要叫子女犯了冲突，迄、那个囝永远亲父母是人，好、哦，我那个亲人啊，有人是要养子养女的经济上。亲人是甲死，有当时阿妈讲话亲人是甲死，哦，啊，所以咱这个亲人来无效，咱亲人若无无效，后日啊咱死会去做做毒蛇做蝙蝠，一口就要给你咬死，哦，啊，所以咱在化出这个亲人，哦，所以才讲讲第二段亲人，第三段烦恼，因为众生为什么有烦恼？因众生的烦恼，就是因为众生见着，众生见着，人苦为乐，人皆我无我，人无常无常，人不净不净，所以众生老烦恼。好、哦，啊，所以烦恼无起，就成了人间的定论。好、哦，啊，所以祖先做含义者，是要管三行，啊，希望咱大家都有这个智慧者。也当转去三行，好、哦，这是一个地图讲，好、哦，安尼啦吼，咱这个在这个大海的地图咧，
咱这个六十四代祖师哈，也大家讲这嘛是咱一贯的咱今仔日咱家的这个文化，哈、哦，啊，表示讲咱这个一贯的是从历代祖师有师祖，唔是迄个无私心的就对了哈、哦，所以咱这是有师的师传，啊，六十四代祖师。那要拢总介绍完了，然后这一波介绍完了啊，每一个一个介绍，一波介绍完了。哦，那么呢，咱今仔日就讲，较简单，较整体化，啊，一寡重点来甲咱介绍一下，安尼就好啊，吼、哦。咱即阵叫做伏羲神王，所以即阵叫做东方，哦，东方第一代祖师叫做伏羲先生。啊，伏羲先生，啊，因为咱有个人叫伏羲大帝，啊，你为什么叫做伏羲先生？哦，未成佛也是先生，啊，所以咱拢叫做怎叫做先生，凡是东方先生拢叫做先生，啊，所以第一代东方先生就是伏羲，第二这个是神农两帝，啊，这个叫做玄幻五帝。这个叫做萧何伯伯，这个叫做传玄先生，叫做伯伯。那么这五尊，我讲今麦我就讲一个纪念啦吼。当时吴秀敏吴立发委员带二十人一个博士来到这，我来讲先，讲先对人解释。我是这个介绍，讲这个历代祖师，伊就搞讲啊，这种假啦，拢骗人的啦。哦，咱中国历史话拢人写啦，日本诶嘛拢安尼做来啦，无自信啦。哦，迄个时我咧甲讲，其实啦吼，那日本诶无自信，是我毋敢甲你讲。假若咱中国诶历史讲这无自信，我毋肯定，我毋接受。好、哦，安尼啦吼，我讲我毋接受，这是咱诶生命上底，但咱看不到遐。了解不到遮，所以咱家甲讲历史拢都甲我讲，讲起拢假，安尼啦吼。所以我来甲讲，我话啦，内心上无甲平衡啦，我讲三句话啦，讲四卡，吼、哦，这我不可故意害者，苦矣呀。讲这四卡，你就该甲讲害，你甲讲害，讲害到我，我害我就唔怕的，因为伊一心都拢伫迄个。怎样来念？这个风害你太大，对不？哦，若有一日我大水顶起来，大雨飘出来，伊去到，伊若伫咧下面地方害人，那是不能的。好、哦，所以你不要讲，这话不可故意害者，苦矣呀。好、哦，这地上不可故意兵者，重视呀。下天的堂，你若讲兵，伊讲我唔知，我唔知，迄兵先做啥，唔知。就亲像咱新加坡的杜清培正来台湾以前，伊讲啊，恁台湾去啊，喏，我们台湾真寒哦，迄个穿寒衫哦，伊讲啊寒，先做安怎，我唔会晓甲讲。尾下我寒，先做安怎，我来甲讲。哈，寒安怎寒，我唔知，恁正来去感受。因为正来一日寒，好，我咧出来好，出去会烧汤。啊，也不会打架。诶，你今不寒了，也不会打架。哎呀，好这个话，这个紧张啊！伊就讲也不会打架，也是伊讲啊，我安尼看到是啊个啦。所以伊今物哪里打，侬广告啦，看也不会打架，哈，安尼就是看啦吼。所以我系在讲安尼，讲讲事情不可故意变呀，重视呀，确实不可故意多加，所以讲，确实就是讲，这个受着正当教育，无咱中国文化传统的人。你甲讲道，伊讲我唔得，所以教就是伊个教育唔够，安尼啦吼。所以我系讲咧，可能咱咧话读书会听有啦吼，啊就同安就较无一直反对讲，即种假啦吼，安尼啦吼。啊所以安尼以后我来讲，讲自咱伏羲啊到即个现代，经过差不多1100万，你讲1200，即个会你讲1200。那么这1200年的当中，无形中五行相生，所以五行相生。啊，所以咱中国为什么甲咱界定春天开始，
今年开季最开季，春啊，春天开季，啊，所以春属木，属金，属青，所以春天晚正树木就点点香嘅，所以第一个性格，第一个这个历代祖师就对伏羲开始，所以伏羲叫做东方青帝，东方青帝，伊属东方青帝，哦，啊，因为伏羲属东方青帝，伊属木。木啊，属土，哦，啊，因为木木会生火，木会生火，对无？木生火啊，所以木生火叫做神龙降地，也那是神龙降地叫做五谷王。所以呐，咱也去庙里看五谷王，迄、那个面上红的迄个五谷王，也那面乌的叫做药王，药王。所以这个叫啥？这个是新农气不克，啊，新农气不克。现在你知影讲感冒不毒，感冒不毒呀，所以伊嘛要甲他试，试看偌毒。所以伊食感冒食一个煞偏乌的，吼、啊，所以若要甲讲开，咱若去面面看着，迄、那个上乌面的就是叫做药王，吼、啊，遐若看着红面的就叫五谷王。哦，安尼就对了哈、哦。啊，所以呢，这个啊，我为这尊廿七岁的，这是叫做五谷王。啊，啊，那吃油草的，吃就是油王。啊，这个油安尼分别。哦，啊，那对伊啊，对伊中国记载是讲，五谷王的现在这个油王的速度是六二度的，六二度是透明的，透明的，所以吃这种物件就看会知影这个气行到底。所以伊讲。发现迄个药啊，哦，啊在要解决咱这百姓的这个贫苦，哦，啊所以伊讲会来看，看到迄个甘露啊，迄款药草啊，照着中国贫苦的，加个毒的物件，结果做讲行到尾水，行到尾水啦吼，尾水，讲起起个药啊，干是呐，是贫穷，哦，是安尼，传说安尼讲啦吼，啊有影无影，即咱唔知影啦吼。哦，安尼吼，所以这神农叫做阳地，啊，啊，这木来会生啥？木来会生，啊，哦，火来会生啦，火会生土，所以乾卦叫五地，五行中央五气托上五，哦，所以乾卦叫五地，啊，一五地当然伊嘛发展速度啦，吼，哦，而且咱大家学得较正，所以咱即卖现在，咱现在人大家都讲，咱做阳房的子孙。阳历甲阴历的子孙，阳王的子孙，咱是对啊，传来安尼个对。啊，所以阴历，阴历了啊，阴土来会生啥？会生金，所以交合就是金天地叫地地。好，啊，金会生水，所以专属叫天地。好，天地属火，火地。啊，所以这个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啊，哦，安这个叫做五帝，啊，到天到地，啊，这个呢，地壳，啊，叫做土地，啊，叫做地壳啦，哦，地壳，这个就是哪呢？这就是，这个一孙，这个一孙，啊，哦，安尼五帝一孙啦，啊，五帝一孙。哦，啊，过来个东辽，啊，啊，虞舜，哦，啊，何故？这三个就是咱大家，咱一般人咧讲的三代公，啊，三代公咧在那个，到正月初到咧拜神，上拜三代公，三代公啊叫做三官大帝，啊，所以叫做尧舜禹，啊，尧舜禹，咱另外记得。咱即摆即道吼，上天老母娘并三代公尧舜禹，甲咱地母求名先挂了。所以咱即摆若咧即道，迄个用天表文拢讲，即摆请三官大帝甲咱起天堂地母，起天堂，天堂挂了地母求名，就是讲三代公三官大帝。所以尧舜禹就是咱正月初九礼拜三代公。那因为呢，咱即摆咧讲。这个是一边接着对伏羲、啊金龙、乾卦、啊这个萧何、啊玄奘，
吼、哦，安尼落来到遮，安尼一个高诶。那么呢，由遮来甲介绍来讲，咱今日咱明白，即个咱中国诶道统，中国诶道统甲信修冥冥中有五行相生甲相克，所以头啊相生运，尾啊相克运。尾也上色，所以咱中国的历史，咱若以人格人格看，咱啊，所以人讲，人迄是我最近看文书写讲安尼啦吼，因为人个解讲底，所以吼看袂远，所以北斗求医，北斗先生头前，所以拢有看别人，无看家己，所以见人才做正，互咱自明，互咱自明啦。啊，就做定，互咱看，咱家己讲，我到底是对个歹啊，做掉歹，无做掉，心情无安怎无？好，好，安尼吼，一旦以历史，互咱，因为咱拢无迄个智慧，所以咱无智慧，所以唔知影智慧，所以才用历史，互咱建立智慧，才互咱知影讲，到底这个叫做历史的心衰。气甲衰，啊，福甲高，互咱办。所以因此呢，甲做这个物件。所以咱来会当以咱中国历史来甲看，安尼呢，自然会当讲五行相生甲相克。所以从这开始是相生，到转局，即相生。咱今物来从两点看起四百岁甲多。有龟甲鸡，好，好来。咱一百岁吼，叫做万丈金莲。万丈金莲这个意思就是讲，咱去处现在三途苦途，咱自尊自我欠运，吼，也去到就业人数一起，拢会当天上天在各位，所以叫做万丈金莲。咱一百岁上莲花。做咱祖母的一个精神，咱祖母呢，会在讲伊咧修道是出污泥不染，所以莲花就是讲出污泥无染，吼、哦。啊，所以这个莲花就是讲对迄个真正的所在，对显现的地方安尼来啦，吼、哦。啊，所以吼、哦，就表示讲咱的这个台湾就是对天。这个所在会来，所以这个万丈金莲吼，啊内底水就是表示咱祖母的柔情，柔情啦。啊，因为吼、哦、有这粒石头，这粒石头叫做太湖的石头，太湖就是心坦坦的，所以也表示希望咱呢修学道，咱的心爱坦，八面玲珑，什么水对这来拢会通。袂少上来就对啦，啊，袂讲七点，七点有通，七点无通，反正就少上来就啦。所以咱这代表八面玲珑，所以八位艺术代表讲，咱希望就爱有像咱祖母心康八面玲珑，做咱祖母的这款的出污泥不染的精神，啊，也做咱祖母家己哦水的柔情。为了普度众生，实现一切，所以水基于道而呐，严苛而和气，啊，甚至呢，伊甘愿去受迄个误会，啊，受迄个误会，伊都有牵挂，所以咱呢，就像这个做是呢，属恶的这款情形。那么这文字，啊，这文字的属恶心物，讲。苦海流，地海流，流来流去，不会停。停在苦海流，这段就是在讲咱人人生过去无得到的以前，咱的人生就是这世间，咱像苦海地一直在轮回，永远无人解脱。所以苦海是在流，热海是在流，热就是讲咱的完结，咱所做一切这个完结，哦，都一家一个的轮回，每个人永远无得到回头。所以这才生死轮回，到现在三途苦途，所以才讲随心善驾千秋，一贯发扬四海文，处处得无咎。啊，咱现在上天慈悲，
上这个宝贵的大道，所以金山七条，这个宝贵的大道就是像金山，要到你看到这个生死海，甲金州，甲金州就讲甲这条合作，咱这条就等于金金马做的，比金马较贵吼，所以甲金州，吼，也是讲培养英文啦吼，培养英文上金嘛吼，所以甲金州一贯发扬四海，处处得福州。搁错过这个机会无啊？这个机会无，这都无收到。你讲后日要讲机会，这都收到无？这个一定啦吼。托托风尘，披罗衫，朱兰冰霜天。划过千千万岭，车落滚转千万里。独秀清辉立标杆。吼、哦，这段就是讲咱师傅呢，伊为着要传这个道，所以伊较早老大人。含坐火车、爱拼车，啊，过一年民国十外年迄个时阵，大陆敢有啥物汽车，敢有啥物哪有人去坐无？伊为着要穿这个道，坐机啊，坐马啊车，吼、哦，安尼有当讲，伫大陆安装片、招片，所有经过大陆大江南北，所以才讲破破风尘披罗衫，啊。披星戴月，吼、哦，出去救济富人，唔是，我了去，你唔知咧讲我怎听，卡那我前辈才出去传道，点传出出去传道，伊讲走一年袂等于到厝，走一年袂等于到厝，我卡早吼，咱阿爸以前就那民国个，七十三年，七十年到七十年迄个时代，咱阿爸是高位坐台湾性能力。一个月四十个性能力，安尼一些包括咱做在干嘛吼？对家开始去高阳，对台东，对花莲，对宜兰，对桃园，对新庄，对台北，安尼多四十个一个月，好，一斤工四十担，四十担，担到四十担哩。点讲说，比如讲我是点讲说，今日阿三你讲你要要求到，哦，我来你遐接。啊！即摆伊也点点，即摆伊也讲伊也要求到，换来伊也点，讲开车伊也，开车伊也，吼、哦！安尼坐一单工，总点会求到点，嘛要求到遐，嘛要求到做，会来点会来去，所以一单就正常。所以咱师傅大家叫破破破破风尘披罗衫，所以为着要人要求到啊吼，所以有披星戴月。就亲像讲，嘴巴用迄个露水的淡度，迄、那个淡来咧，来咧食嘴巴，吼、哦。所以披罗衫，朱兰冰霜贴，伊本来较真少，但是为着传道救人度人，即、这个变变拢变，含拢变，吼、哦。朱罗，迄、这个叫朱兰冰霜朱罗贴，吼、哦，划过千万领。车落滚转千万里，独秀千规的标杆。这个独秀千规的标杆，就是当时伊在大陆受到足大的考验。这个足大的考验就是讲，咱不管做啥，这些文化，这讲啥，当场代课，当场代课。所以当场代课第一课，就是考师老祖迄个师尊。念经的，师尊念经的，这个天门课，所以这些代课，哦，所以阵啊，咱老多都就是讲，要死啦，啊，所以凡的地主起来，地主起来，讲韩国哦，恁做我师兄哦，做我师姐的当，拢必须的，无能啊，修行的条件了不起，到我哦。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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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惜，我还是先忙过大家点吧。啊，我今麦是要点吧。好、哦，那你大家把这些事情等啊，来几万啊？啊、哦，来，到了江山这种田里边叫阿三，铁皮铁皮这边啦，这边大金把这来做。阿金阿三，你看到人家叫你看不会输的吗？光看就完了。那你得从这边大金把挣。啊，正好叫你去做啊，做做嘞，你嘛来接来来，迄个大家吼，都买喜欢啦吼，啊，大家爽爽嘞，今年吼，收到未少些了，比较好样啦，啊，这我较早拢骗你嘞啦吼，那把钱这样这样挣，
到时候迄个时阵呢，大家拢吃。那迄个头啊唔敢吃，但是老祖宗讲，你今天就得来我吃。所以老祖宗迄阵呢，人有两眼皮的看不出，伊这个病大还是严重大呀吼？他因为在台湾输吃，你看台湾今天另外把人吃吃，结果拢吃了，都输吞落胃去了，嘛就吃。苏东看到，怎么随机发现？讲啊，师傅，我今天在学赛吼，我今早来茅坑的吼，看见我进来在那吃，你怎么走？你怎么走？他说还是无吃，因为这把在那吃吃的吼，老多苏东那，哎，今早来拢咳嗽啊，哦，我继续吃吧，唔是真正做无好呢，是因为看你有地位无？所以侬咳，但那咱祖孙无食啦，咳不得。但是为着要和平避伤害，所以到来办公，你侬有天命，不然侬去犯罪啊，对不对？所以民族呢，天时人是破绽，但是民族来教书教导都是共同去犯罪，所以民族咳不可祖孙，两件的事做。第二张课，整课是八卦五会，师尊师母，哈、哦，奉上天大母的面，要来传授。所以本来师尊都有大姐啦，有母啊，有囝，但是上天慈悲，讲个怎啊？爱在这个时阵，三宝普渡，三世佛教，都同归体，互互共修。所以师尊师母本来不是安国。所以到尾啊，上天都好，甲咱老祖宗、甲这个老祖拢叫讲，拢叫讲，家人就来接受谈啊无。所以到尾啊，咱老祖宗如果咱要求上天都好，有安保命无安保命，有安保的命无安保的，是下天有啦吼。啊，所以迄个时阵呢，传，所以传上面嘛是科科学化科。所以第五课，第三课是天地人情的培养。天地在人情，今天的天地就是这人情。好，这个就是了。啊，天地就是咱当时老师归空了后，啊，那一寡过程，追随老师迄个大母就是人情。好，啊，追随咱成熟母。这个权利，所以叫它分权利，所以当什么百科，哦，当东西是我的，但是修道时阵，伊就是立标性的潜规，独修潜规的标杆，所以伊做咱修道，也是因为正确的标杆，所以咱先把这三件的那点温，这里那点红，一旦得到修道，搞出这个正确的，这个叫独修潜规的标杆。道行尽微力，中道无不变。天外来尽数一年，就上天下花各变，看在多少天。这段是讲道行尽微力，道行尽微力，就从民国五十八年，中国国民党中政府，根据中国国民党甲这个叫什么？这条大作，这个小作这块作，所以因此呢。国宝公文讲，彻底要消灭一百个民国五十年，所以迄阵啊，我去拜拜的吼，上班遐年纪大，遐迄阵就拢知影，去拜拜的吼，我来看咱老祖先啦吼，啊，因迄个拜拜拢代表对这个工会甲这个家乡的哪个拢受了了，民国五十年，中央政府要彻底消灭一百个。但是多有迄、那个有咱一个大主的囝，伫这个经济中部是在咧做什么事？主任，假如看到这个公文吼，伊听得着，啊，伊是大主的囝，所以对做有了解，所以伫迄个时，伊会当迄种公文发三日，迄种公文咧，到伊会当加三天，超过三天就犯法，所以伫迄个时阵，伊赶紧。去甲这个张老先生报告，张老先生来，张国先老先生，所以甲张老先生报告，张老先生听着安尼，赶紧叫韩老先生，哦，阿爸一个去看老先生，甲去甲老母，去甲叔伯遐，
既然直播现在直播话题，大家讨论一下，有没有请求来？那么有什么问题，大家直接跟师傅说。今天嘛，中央政府要晓得，彻底晓得一贯的，所以这个简单，就是我咱以后会安装。所以师傅讲说，没关系，你们放心回去，没关系啊，你们放心回去，没有事，无代志就对了。哦，啊，所以这个也得不到那个结果。啊，所以那个人今天等着，等着以后，师傅一人啊，就准备好拜一万佛祖。一万佛祖，你想那个拜三千三公，一再三十五天去拜哦，是一颗、再一颗、三颗啊，是磕是一头啊那个，所以拜一万佛。拜家的时呢，只要发愿，伊讲那真正呢，上天啊，求上天大我娘准备。那政府要抓要关关伊就好，唔通关所有一般的地主。所以伫遐讲，自今日开始，我唔出门，家己连环两点，伊无出门，吼、哦，啊，所以拜一门脚了，啊，唔得换水，啊，是白得，安尼规身躯脏咯，到透早轮到伫遐拜堂卡，吼、哦，甲天光，迄个服务人员卡来看着，甲来擦，擦完了吼。经过第三日，迄个时阵中央政府答，佫叫上了后迄个主任，讲你即种公文嘛，只发出一个哈，迄种公文怎啊无发出？所以公文无发出了后，部因就足欢喜，就去找一下老母，甲咱师傅报告，讲哦，迄种公文无发，可能咱就发觉还有生机啦吼，这是上天的旨意，甲咱师傅讲过，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那你们放心回去，无代志就好啦。恁放心等去，吼、哦，啊，等去了后要等去，迄、那个服务的服务师傅的平台，大家现在前辈讲，讲为什么今日会安呢？吼、哦，大家讲这个原因，大家才讲哦，原来咱师傅就一款大慈大悲，伊来为着要咱兄弟姊妹做甘愿，要救咱兄弟姊妹甘愿，当咱兄弟姊妹业这个罪，所以讲。连环关心数十年，求上天啊，关靠天；求上天，关靠人啊。唔叻啊吼，唔通啊吼，叛徒多方便，叛徒道方大。吼、哦。哎，这把叫万众良师哦，是咱平阳山建党大楼的祭奠哦，就是咱指导的。你到那去顶家，或者是那个顺便将军的时间去招待你。完了，我去帮你按供养子吼，又依照这个节假，吼，诶季节来进行咱这个修道的季节吼。因为节假是，吼，五花八门，就节假过，节假一节会啦，过了吼，你进社会无聊，你就节假个时间，好安逸。啊，零零钱不困，你把那个阿婆生气，你都急气啊！这个气就是要调的，所以咱现在吼，拄着一个病吼，咱的气血不正。啊，那么你中午，你中午来运用这个现在的心，啊，因为风有酒的风，无奈岁寒千古，独玩君子。我现在已经会吼。非常单纯，也不会退弯，开的很快，但是那个其他版本那个缺乏，缺乏缺乏也坚固哦。东西水动，百年不改大呼吸。我那东西来个大地，那边有霜火哦，已经过那个哦，那冬天寒冷的，那水哦，大大来大，大大一种病。除了霜火寒天，它里面的心来个哦，我是种病的。所以，这山那内底的真上天，哦，咧形容咱修道的气节，哦，啊，加咱的这个道心福德，哦，那么依照这个瀑布的水吼，流向大海，流向大海，哦，所以依照这个中央石头，咱万种因缘是依靠佛心，啊，加依照伊大自然的石头来咧形容这个。就是的季节，因为伊个七彩天天光，伊是哦，伊个雕刻水泥
分去安尼说。吼，你讲咱个心灯，可能有你个方便，你是甲你甲你磨练，互我甲你摆下，互你家己迄个道心哦，慢慢升起起来。吼啊，是咱迄个困，迄个逆境当中吼，正通信心，通中道，正培训心怀，所以他一直在先来培养咱这个心的这个质量的，吼，来先进来培养。安家是大位吼，这大是正常大位的培训吼，也往家中永恒的信心，视为执行生不灭的永远。灯塔之设立，既具有不计风雨、不畏孤寂、尽职方位的守护者来威，发挥他的功效，引导在逆海逆行的船只安全航向彼岸。这个哦，来的唔少来拜年的这个祖坟哦，伊就是咧甲咱讲咱，咱这永恒的信心就是咱，哎，这个道心的诶道心，吼伊就不会只哦大盘子，吼这个大莲花阳光下的一个疏远的对，啊，所以这疏远的是，先有一个灯塔设立咧，以风雨当中。当然，这个当然有优先，哦，依靠这个传输以及目标来做。但有一个灯塔，一个设计哦，必须爱有是风雨当中，哦，是这个地面在这个依靠，啊，这个灯塔衬托。所以咱进出单位保护者哦，就是咱每一个哦，诶，有能量啊，开心。前后多些开始来做了自然开始来将道路推展这都是进出三个的守护者来发挥他灯塔的功效哦，以这个功劳发挥的时候呢来到这个发挥社在咱这个污浊的环境里面尤其是咱这个艺术带来的环境哦加个空间，它容易让我们迷惑。哦，啊，所以咱修的资料，那唔是啊，依靠咱这个佛规咧，就来做咱这个依靠，哦，来做咱的这个细节的一个那个规则。那那当时啊，咱就天天揣无迄个证据，咧证据上来的迄个目标的方向。哦，啊，所以。这个万众仰视来对吗？我是开发的一个概念，它可以有我走来咱天池的方面，大概在这个范围里面。阿公非常抱歉哦，他因为脑袋有后天时都考公来报会，所以咱的收获会更加丰富。我等。各位先生哦，咱因为看咱我们就是一个大中啊，因为我是中国的大厂，他都安排很多这种会议，是吧？因为这个内容包括高层的很多的人都参与了。一起划啊，原来是这个环境哦，是这个建设方面的环境一路走过来，就是咱刚刚咱莫里斯。他把交到的经验推向了我开始假设是民风地的经营也算是在一贯大环境中也让非常难得的资源你把他交到的经验我们到场的文化以咱这个自发挥的来被展现那么给自然的告诉阿三先来参观了以认同空间的用抽象的东西来形容长者风范而且我们突破传统的素质那么这个感觉是免于形容我们中文老大人的德性那些是他的时代的万众朝天那么咱再来看这个万众朝天你这个万众朝天的主题也是一个就是咱祖孙老大人这个三朝普渡天下众生的一个经书那么以这个主题就是咧彰显讲，
人咧讲姜母天下咯，唯有求得不容易。但是咱若要求主来扛打，咱无法度退这条路。所以伊家是一个方向的东西，一个诸侯所爱诸侯吼，那个三朝辅助天下民族，这个天命很宝贵。啊，所以伊把这个秦山万里吼，星星哦，星星隐隐的众生。哎、啊，原来这把火的颜色是用蓝色的，蓝色加白色的搭配的。那其他的这颜色哦，是非主主比，咱们现场的不同哦，因为你不同肤色、不同种族啊，原来好多种感官的东西的，所以类似哦，金三朝古树的这个含义。那么万众朝天啊，伊的这个书法啊，它以前咱。哦，老师的这个书本，啊，咱求得的这个目标，哦，来做相互辉映，所以把这张画内底的书本衬托出，哦，咱这个，一句世俗话来讲，叫做“处处有功，遍地皆无功”，就是讲咱啊，尽量的福报，啊，是修行的过程当中。无是个名师来实际现行的话，就是亲像咱在讲的，做啥物代志，毋是用咱的本性来做咱的主人翁，用咱的欲望来做主人翁。啊，所以迄个失去，伊咱即个得失得了后，啊，受着一个东西，所以咱的目标后就是即个咱的欲望的反应。所以当咱是。曾经有段时间看到一个大学生，以为个是行动电脑，啊是用手的，是用手的，将伊个行动啊送出去，迄个是因为个哦人生的目标伊无揣着，啊互欲望来遮住，没有让我们的本性做东家，啊所以咱老师啊曾经讲过一句话，哦要把前进一字万马奔腾。好、哦、的，比方说，咱所有的成就，你所拥有的东西，你也尽量要清楚一点，你这些啊往前在奔跑，啊发现好像辉煌成达，哦，咱的成就将会咱的这个事业丰盛。但是当有一天你驻足回首，原来尘土飞扬。好、哦、的，是讲咱有一日你进来了，你发现你所拥有的。无修道，哦，无去经过修道的这个过程，你发现这一切，哦，伊就是亲像你尘土飞啊，就是你家己的感觉都化马分成这样子。啊，所以就这个万众朝天啊，形容讲咱的这个经过修道过程的，是咱九灵所具，咱的本性现出来了，做我们的主人翁。啊，咱修道。诶，目标太重吼，是咱这个修行的这个漫长的过程吼，达到一个最终的这个第一感受，哦，了到这个真实大事。哦，那么这个今天的大会吼，因为伊内底文字吼，有加侪咱一目了然的当去看吼，咱就用时间吼，啊，可以听吼。咱内底吼有。七三尊啊，七三尊就是尊弥勒佛，啊，一尊观世音菩萨，一尊释迦牟尼。七三尊佛像拢是这个檀木雕刻的，唔是土做的，也唔是玻璃签名的，也唔是迄个做铜铸的，这就叫做檀木雕刻。那么檀木雕刻咱弥勒佛，这张塔已经1600万啦，1600万。亚这个关键我来跟这个老师这种叫1800万的数量好1800万的数量所以这种东西大数量不小那么前这个弥勒佛也就是咱江天华跟咱一贯的有足以前的关系因缘所以咱前的就是咱咱前就是弥勒佛江天华弘忍普渡这个因缘弘咱老母的忍来普渡三宝这个因缘所以江天华伊即摆就是应允，吼、哦，所以每一年也不应允无。咱过去较早伫台湾未国好以前，咱若去到每一间庙，你就不拢伫后壁，
住台湾公墓了后，你也会主动拢请出来去掏钱。所以咱即摆来去到每一间庙，你也会拢去掏钱，就是叫现在你也会应份是正确，吼、哦。啊，所以你也会应份正确了后呢，咱现在是这个江田怀祖母叫做你祖师。啊，你也祖师的思想就是几多，伊就是大祖。大慈啦哈，耶稣像大慈，就是愿众生同乐。所以今仔日咱一贯道的地主得到了后，较早出来食鱼食肉，主动伊就改过心，这就是应着咱念祖师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因缘。所以因处也是祖师，啊，这地也是尼泊尔，也是在心莲，地尼泊尔就是在心莲，啊。啊，所以咱即卖现在，但是一般人的店面，一般人的迄个做商品，你看拢是在真啊。你若要若是食主意，无就派换铜钱，要无就用一个什么哪货吼，吉祥的物件，伊就是呐，这标志拢伊就是在真啊。那么到现在咱听到普罗这个英文，嘛是真正是现在，这个时代叫做什么时代？叫做。金钱的世界，咱即摆现在是叫金钱的世界，目睭白金就爱钱。咱若古早是咱老爸老母伊迄个年代，无钱无要紧，无钱会过瘾。咱即摆无钱是过瘾呢，电脑也爱钱，水也爱钱，啥物啦拢爱钱。较早无啊，较早唔了，你无钱无我无电脑来打油来点火尔，吼、哦、啊茶了要煮饭来烧炉啊，水来洗头啊来洗热尿炉。今嘛是今嘛用水做水用咩啊？所以咱到这个现在是叫做金钱的时代，嘛是金钱的世界。所以咱现在真正你也好应运，吼、哦，这是咱你也好应运。这为什么？这我来用这个所在用观世音菩萨，跟咱这个老师，因为观世音菩萨伊是大慈大智救闻声救苦的一个圣者，吼、哦，啊，所以因为观世音菩萨接触。来应运做咱老祖师，就是弥勒佛的小愿，所以有相得十二代，相得十二年。所以因此呢，大部分咱信大的人，可以对一个人讲：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所以咱现在观世音菩萨，伊嘛是哪呢？嘛是咱现在弘扬应运相得愿的祖师。所以咱过去常来讲，三世不难。暂时目前这个结束来临啊，拢叫咱就赶紧修行。但是为什么咱修啊，即卖四十几年话讲啊，无法结束啊？这唔对，迄些国家拢在甲咱骗，是啥意思？伊是关键发大事大事，所以伊呢，咱若有一分的心，伊就甲咱化十分的债；有一分的心听好，伊就甲咱化十分的债。所以伊就首先来化债。哦，啊，所以因此，把我们这修道人的心愿，会当度愈济人，互咱多修功德积，咱的这个心呢，功德愈济，啊，咱的这个进展也就愈无尽。哦，伊咱的修道的成果在显现。当然，早早接触过来都在，咱大家讲较歹听，修道无，咱大家会当成果。所以，关键我们大家接触真正的多数。好、哦，所以依然这个所在基本上看，就大家讲我这人完全菩萨。好、哦，啊，这边就是咱解空老师，解空老师的基础见闻江河观的多书，所以江河观大，所以这尊多传外国九州，就是咱解空老师见闻的时阵。好、哦，啊，所以呢，这个见闻的时阵，咱现在修行。会当同样来接到这个大哥，就是讲咱济公老师借着这个天力来开咱这个玄关，予咱大家当唱歌真是好嗨。这样是咱即卖现在这个应用。那么因为呢，咱为什么在当地有三个人问我，为什么咱只不用咱的三性，就是讲一理之外，咱来以三性就讲，他说我们咱弥勒祖师属尊属佛，啊，阿弥勒就是咱三性。但是阿弥之外，咱袂唔捌，咱系无可能。阿弥佛在地上，阿弥者就是互人轻易，会当了解讲哦。咱今日接到
好爱来到这个所在，就是搭位。咱一般世间人想在英语班，他想在清净，也先不出笑。但是咱今大家咧拜佛，咱今大家好法，你就做会大多力量，包容啦吼。啊，做观世佛，拜观世佛的，爱好法观世佛的大慈大悲。好、哦，今哪拜济公老师，爱好我的济公老师，行得济世，行道亦复度，这是从咱进来好法的啦吼、哦。啊，所以咱看到咧拜到五天拢求着保庇我，吼、哦、啊，你着保庇，互我安怎，互我安怎，咱进来拜佛佛也要好法也清楚。所以咱拜你的教主，你也不咱好法也迄个，迄、那个道理，吼、哦。所以咱一个人要心胸有空旷，会当包容，那安尼呢，咱就快乐。好，今日好好咱关心菩萨的这款文声救苦，啊，大慈大悲这款精神，咱老去就讲，什么人咱唔敢讲，大家咱嘛敢讲，众生拢该自由来分享，大家爱听听。好，啊，咱来会当好好咱谢公老师，啊，会当听到这些。救人度人，这是咱大家的责任甲使命。哦，所以这三尊的大龛的这个渊源，但是若对东条开始以后就上克，上克五行，上克倒变啦。所以东条属土，东土咱古代人讲唐土，唐土东土，东条属土。哦，啊东条属土，啊土气哦。宋朝，宋朝叫宋朝灭，啊，宋是木，木铁土，木铁土啦，哦，宋朝是木，哦，啊，宋朝伊啊是木，我雕工艺，伊武器叫做铁尖棍，伊无掠外刀，也无掠长枪，拢无一支尖棍，所以雕工艺伊个钱是木，所以伊掠一支尖棍嘛是木，所以人讲雕工艺是一锤打遍天下。打遍天下，所以建立国家，就是一建立稳定啊。好，所以是属木，啊，所以宋朝的皇帝拢穿青，一宋朝的皇帝拢穿黄，一黄属土，啊，青属木，所以木克土，所以宋朝去有宋朝变，啊，宋朝去有对朝变，和元朝变，一元朝。咱较早来咧看读册，读册，拢讲十几读真经，吼、哦，吼、哦，啊十几是宋朝啊，吼、哦，啊真经是元朝啊，吼、哦，啊所以元朝，就叫这个宋，叫宋朝，吼、哦，所以这个现在咱这个宋朝就叫元朝变，吼、哦，啊元朝，啊元朝叫做一条变，和明朝变。一明属火，啊火克金，哈、啊！啊，这个明朝去哦，这个做什么呢？叫清朝变，啊清属水，啊水属火，啊清朝去哦，中华民国变，啊中华民国属土，啊土克水。哦，啊那无讲个清朝这个国家这大，国父这个人起义，那还先讲，啊国父这个人起义，伊家己也是，也是哪呢？也是中山。就是中山嘛，中山就是假山，哦对不吼？啊山属土啊，哦对不对吼？啊土克水啊，所以人讲兵来将挡，啊水来土养，哦啊所以中华民国就是克这个清朝，哦安尼嘛无，较早人掠这个，这个这样要抬到，可能人讲一个国家叫一个人变，哦啊所以这个是五行相克。那么五行相克有影，这个五行的相克无，确实嘛有影。所以这是我看古册，即摆查咧古册啊，吼、哦。伊就讲当时东条李世民咧去征东，咧去征东啊，吼、哦。李世民征东，伊派这个做的是呢，不治疆，啊派这个金属宝，要挂水拢无效，要挂水拢无效啦，是拢征袂赢啦，吼、哦。啊，就来找东，找四阴柜。那四阴柜就白虎星来转世，一介数位是青龙星来转世，一青龙惊白虎，
国人地好吃青龙，啊青龙属木，啊地好属金，吼、哦，啊所以因此呢，四人贵金金就地大，吼、哦，啊就四人贵金大，啊四人贵金色也是，因为四人贵金色伊是地好青，啊伊青色属金，所以伊受金气所帅，可以帅着。啊，所以到地好官，四年为四年地好官，这就是伊的绝地，伊的绝地啦，吼、哦。啊，所以伊到遐四年地好官，所以四年为精地为名。但是要精地爱当爱四精生，啊，四精生是啥物星来转的？金牛星，咱天顶有一粒星叫做金牛星，金牛星来转的叫四精生。啊，因为金牛星金是五金之星，五金的金啊为重为首啊，所以伊来金星得到迄个金气的助，金气解助，吼、哦、啊，所以伊四星等于金星爱得到含泪化个助，啊无伊嘛金的名，所以到尾啊含泪化助四星等，现在大家拢知影嘛吼，吼安尼吼。甘罗通扫把，要扫把就叫罗通去，那无罗通去，把扫袂扫袂平。甲把风景不熟水，甲罗通树为上罗上土，所以水气、土气啊，水就掂啦。吼、哦，啊，所以这就是咱中国古代一般过去古天的写，什么人挂过去，底下都因个在经过一下。吼、哦，啊，所以明明中我今天起起来讲。就是咧证明讲，遐咱天道这个经文嘛是确实应这个文来，应这个文来。所以到现在，哦，到现在，自然中咱世界吼，自地而造成的十九世纪，十九世纪都行于西方的英文，十九世纪行于西方的英文。所以咱确实伫十九世纪是用咱中国人的英文，所以咱中国人就是呐。咱用这天条，所有的一挂些其他的民族拢爱来调伏，但是到十九世纪，行入西方的英文，所以开始西方人感觉会发达，农业的改进感觉会发达，所以迄个时阵呢，吼、哦、应该讲，迄是哪一，迄是一个推论啦吼，那你应该讲，当时十九世纪就是爱英国人统治起来。哦、所以英国那叫做，还真啊，国不落入的国家，哦，入不落国的国家啦，哦，所以应该讲是英国的英文，但是英国伊吃得了迄个道德，所以用鸦片侵害中国人，所以到尾啊，伊的文就当得到迄个证，所以啊，传入美国的，啊，所以今咱的一挂科技的物件拢英文，哦。感觉这边人是英国来啊吼，所以其实讲啊，到现在咱到现在嘛，拢阿个美国西方的英文，吼、哦，啊，迄时咧大家都咧讲，未来是二十一世纪嘛，咱中国人的英文啦吼，也希望讲，当然咱中国人英文嘛，是讲咱一千八人的天啊，就是因为咱呢，有咱中国人的英文，就是这个道统咧传遍天下，这个大道咧传遍天下。所以咱今日这个时代的英文，咱大家要安尼比较了解。哦，先就讲为什么咱今仔来讲现代史？现代史就是讲咱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打中国，伊自东北开始落花桥嘛，吼、哦，自东北开始就来打，安怎势如破竹？所以在东北属于木，啊，日本人是东洋。当然伊嘛上木，所以日本人爱困榻榻米，爱困木做诶厝，爱上木架，哦，啊，因为物件拢爱木，所以因日本人本就上木，啊，佫爱木，所以伊一木起诶做房，所以人讲，一是二木叫做木，两木叫做林，三木叫做心，哦，伊爱木，啊，佫木起房，啊，佫伊他大约当当诶。迄、那个气势吼，会使讲上多，所以其他大陆蛋白势如破竹。但是呢，会到底拍到最拍到中线，
拍到中庆拍到这边，中庆是咱中国的半岛，叫做西川，叫做西川。好，啊西川遐就有金池啊，啊金就切落来，所以叫它名字。到四川啊，到遐就名字啊。啊，所以因此呢，伊到四川就到伫遐，无法度来个名字啊。好，尤其伊到尾啊，去头一时都甲到遐美国参加了第三次世界第二世界大战。好，迄个时阵呢，美国就投降啦，因为金出国，金嘛出国啦。哦，所以这就是讲现代史啦，吼。今啊，佫较现代，就亲像讲美国人去越南，啊，美国人去越南，那美国来讲，美国的科技甲个人员去越南当时，或者是按讲三个月就去干，美国兵将，唔但讲去到遐三四三十多万的美军。搁开三千五亿个美金，无啊多，一挂飞机武器去到地方应用武用武器的，所以到尾啊，美军去了伫越南是吞口刀落去等死的。那么为什么伊去越南会遐尔啊惨？原因就是因为越南社会，所以咱讲越南就越南会愈强，所以一挂飞机外头去到地方应用武用武器的。哦、所以到尾啊，伊就无法度打，吼、哦，迄、那个美军统管啊，企业这个上切的这军。那么若再讲起来讲，越南当时他美军，伊想拿安尼我唔免听大陆话啦，伊就唔听大陆话，所以唔听大陆话，邓小平甲华东叫四川的兵打，后来一个反攻到荷兰去打兵。所以到那阵啊，迄个越南的总统导航讲好听你的话，所以他为什么代表他越南？越南会接近的导航，因为代表熟土，他越南熟会，啊，请土老会先会地震，地震啊，啊，土老会先会地震，他的作用呢？所以越南如果怕有用，哦，所以迄个是讲上切的这个问题。所以咱今日爱知讲，这个天地宇宙冥冥中，咱天道英文到今仔日，这嘛是一个文啊。那无这个文，咱无法讲。哦，啊，当然我讲的安尼了后，起码换迄个，他都来讲迄个国术啦。伊就无话讲，啊，安尼咱台湾个大陆拍是蛮顺。哈，不过这道理你家己听哈，哎，安尼唔好，你家己听啦哈。啊，安尼讲，伊嘛问我咧，我伊这么听了，我讲了，伊就讲。也安尼不破哩吼，所以就话讲，安尼台湾就台湾拍听安尼做，哈，对个，哈，啊，安尼吼，恁家己听就好啦。好，啊，恁今麦吼，做较个简单看者，啊，较像是缅甸边个，啊，佫有图案的吼，啊，佫有图案的，啊，佫有文化的吼，啊，等一下佫来介绍来，好啦，就这来吼。咱两边的这个桥啊吼。你这边先看啊，这边的桥啊，写大多四索，基隆虹桥顺雾通文武康庙文物，干毛道咩西来快进东啊，这边写地梁玉环，各路座将将诸列江湖仙河，心法接变乾坤地形万八的啊，啊，这就是讲咱的道统的渊源，啊，这边就咱地统的渊源系统。所以从北洋的花开始，所以叫做系统，叫做道统，好、哦，好安尼吼，咱就从北洋开始，哦，所以继续做，从种树的江枯仙河，这里面的工作书，但是我们系统是从这样来的，哦，安尼吼，呀，两边这两队哈，后边这两队，这边。以精神色托付高明尊亲配音，一定要做何中为道托门玉立相处感情。安尼这两枝条啊，这个叫做如何啊？以精神色嘛吼，所以咱人呐，咱来讲是啊，以有精神有色，那安尼真正就是会当配合天地，所以托付就是配地，高明就是配音。尊亲就是哪尊亲就是要
尊敬咱的祖宗祖母，这叫人相亲。所以尊敬他人的事情，他一定呢，何中不周，何中不周，咱就是传统供养的。何中不周，何就是中和，哦，咱是讲中和，在这个人世间是讲亲情，哦，结合中和，天不中和，天地无缘，万物有缘，所以何中不周。爱在上十道，啊，福无量力，哦，江水大利，哦，那其实讲来，要出的这事是怪，嘛是咱盖在里面就当唔着。好，后来阿弟嘛就去抓来，执行天地合一，即归尽是无极以无间，执行是我合变，即地诸成是不歇以自然。所以呐，只能努力来办。但你没有啥前途，啥啥前途，好，所以天地合一，建立天地合一点，一是我合一点，一数字合一数，一规矩合一结用。那安尼呢？咱来当叫天地合一，大体上一规矩无疑。啊，一规矩无疑，现在三德佛陀三句话叫规矩拢甲咱显化做到。所以这规矩是无疑，那安尼是自家前途。你唔系去记起啦，因为咱上头甲你讲嘛吼，这规矩是无疑是事先，哦，啊，这也是我合平就是讲咱祖母、祖尊上天、祖母上我，是我合平。咱是上甲咱讲，一切依诸正缘而不歇，一大地出正缘难遇见，所以从空住到现在，大千年都是八世。所以咱也是老一些，所以不舍书写是不歇，是一点点。你也知影讲这个人的气温有不合理，好，这是大家的大家的大家。各位先生哦，你这把位是惯用归宗，他也是在运用咱老祖宗、老祖宗的这个革命的宝贵哦。但是咱老祖宗的方圆内底，伊甲这个七百话内底换了归宗，伊一挂这三句吼，伊内底佫精进吼，加着伊个空间，所以咱有句话讲，虚怀若谷，意外就破破，伊就是咧形容这个空空，因拥有它的容量，吼，伊个容量它包容千山万水。啊，伊一万多归宗，伊就是吼大爱不解释，恢复新时代。吼，伊就是把这所有的河流吼，密密麻麻地产的河流，伊拢归入大爱了。就是咱这个，咱老祖宗伊这代吼，这个加上这个江天华的著名。那么伊因为咱这个这样保持，吼，还这个。前面那么是咱老祖宗的名人家人来的，因为咱归属啊，咱应该形容咱名人祖师，伊是吼一拜是祖宗，所以是祖宗的当中，吼是咱修万道的贵人。当然，啊，都有咱的一挂逆境，吼一挂不如意的这个的处境，吼是咱修万道的过程，伊拢会去这个修炼的。在挫折中不忘上进，哦，而在挫折的当中不忘上进，咱会当去翻工，去把咱继续翻来，哦，曾经，而咱可以回顾咱今年继续翻来，就是咱精神建立了，啊，因为这个精神建设的成长过程当中，哦，咱会当看出讲咱得天独厚，哦，比这个。哦，精神有变变化的当中，啊，咱这个精神的建设，伊从伫真侪困难当中吼，伊慢慢成长，啊，一路走过来吼，咱发现讲，咱从这个弥勒家人的成立，啊，咱这个精神的建设，伊是经过几十几年吼，咱祖孙老代人来运转，吼，伊讲。宋元宇宙大佛塔用上了，但是咱他
经过这五六年来建设，咱阿上这段话，哦啊，印证是咱信仰，啊，这个建设了，因为咱信仰的建设，伊伫这个，这个重要的方面，哦，咱是，哦，会使讲源于信主，来发挥这最大的功用，所以伊若是讲，伊咱信仰以上的人才，那是。就做一下换算，吼、哦，是假使三月来讲，咱一个人爱承担一个偌多，诶，这个产业，哦，那么是这个遮尔困难的当中，咱会当去讲放一些资金来，以一个诚心、上进的心吼，会当去应见这一挂，在挫折中不忘上进，哦，所以当咱见很饥饿了，回过头来看，人家咱以前很。有哪里有哪？所以咱讲，比如说咱所做的新闻，都是在抗战之中，哦，你要积极上进，在失败之中哦，不忘坚强。因为每一个人拢会去遇到失败的时阵，所以因为是互咱的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啊，曾经是那种是有失败过，所以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这阵是。哦，会使讲掠个拐杖，啊，去到迄个上顶悬个山顶，咱就开口讲。其实咱若坚强个信念哦，伊到我度拉唔易吧，啊，是即个无好个环境，伊慢慢在继续成长。哦，啊，因为伫即个建设个关当中啊，咱虽然是讲建即个硬体建设个时间个方面同啊，也是成长啊先，哦，啊是个关键。但是像这个这个造型方面，啊，它有其中的文化，哦，的不离不离出去，哦啊，培训它，就办到了一个智慧的联系，哦，看不到，啊，星星，平常就进了道场，哦，进了庄严的道场，所以我们有来应进这个，讲咱是失败当中，哦，这个坚强的心，然后继续来个发挥，咱来当主哦。把这个当家动作这个变强，啊，是充分注重咱个当唔通袂记咱个坚持。所以我常常咧当想讲，伊对老多做个这个风韵吼，伫咱求职个过程当中，唔通只要我做比较体会。所以我是得天独厚，因为咱去考顺遐建设这个例子，咱个我当年个参观，还有我家己。是算民国七十几年就生，啊，直接投入到材料，啊，是啊，什么是咱前面的主题？所以讲是这个穷困当中不忘坚持这个事情的有珍贵这样包容。所以我曾经哦，是这个口头上有行出这个普通语，啊，因为这个普通语是影响咱人的这个思想的方面，所以呢，咱前面去包容咱这个带的事情。把咱包容大方，当时的语言天性，吼、哦、啊，咱互咱，吼、哦，咱原来咱这个歹的习惯是经过前辈教给咱包容大方，吼、哦、啊，咱会成长了。你第一个时阵接受一个，这个哦，前面的做资料，啊，咱讲哦，原来哦，咱有当，吼、哦，有这个成长的空间的时候。前辈者的提拔和一个包容，所以他这个虚怀若谷的，是咱做出一个结果，讲咱唔通有这个宗教的歧视的，讲咱一贯道哦，哦是一个包包带上来是一个，我们参与了不同的宗教，我咱那时候咧就会把这个老做出以这个三个步骤向前往这个姑娘哦，给引导下，我所以因为咱。咱就是讲，会当是是互相包容，哇、啊，互相支持，啊，咱阿慢慢行，但所以这个平时的心吼，就是继续坚持。那么是艰难之中不忘的表现，哦，这个是咱啊，大家是基本是正常的，这个环境吼，那么是大方哦，这个继续的付出。所以每一个人的工作环境无同款。啊，这个了我的心情蛮多感慨，可能我阿婆伊一个，他比较感情来讲了我的心情，哦，啊，因为，我无了
老母同在，啊，就超过了咱的这过程，人时啊，咱无法度达到咱原来目标。咱就是苦恼之中，不无烦恼，吼、哦，就是讲，咱是伫这个修修行的咧心境，互咱的心在清净的时阵，咱嘛唔通讲，唔通下心讲咱这个结果是会到，互咱来增加了，吼、哦，这个。安宁乐道，吼、哦，是咱食贫困的环境，你会当，咱会当快乐。是咱分居之中，不忘同居，吼、哦，就是讲，亲像咱这个咱的道行已经走向前走，大家很多修德的心，很多做修德的，吼、哦，伊嘛拢赶快来上来，吼、哦，把咱分享咱这个现成的庄严嘛，所以。伊伫即个不同的宗教，咱也用着爱惜的心。你看，别人我所受着即个大道的宝贵，吼，来伊，吼，来伊先明白。啊，所以讲，咱也是不同的宗教，伊转换的即个包容心，吼，你就有法度伫，吼，每一个宗教伊即个心中的对象，咱袂去排斥，所以咱唔能去谈论。其他宗教也是这个智慧，而是咱不管宗教，就是大家都普遇不行。啊，因为不管不同的这个成长环境，啊，甲修持的这个法门吼，其实从这个分歧之中，产生同一个目标。啊，所以在这个社会之中不管忏悔，这是圣人曾经甲咱。讲过啊，咱老师讲，再大的过错，是不过一个真心的忏悔。哦，咱真心的忏悔哦，太脏哦，像咱过去的业障气哦，把它化解掉。所以圣老曾经讲，那吉凶毁灭，生不动得已。就是讲，这个升温阿拉香的升温哦，伊的伊的升温最有鬼。就是对抗灭啊，三心嘛，生不动的也。啊，那个吝啬的成分，哦，以三心灭凶的成分，啊，吉凶毁灭生不动的也。所以咱是日常以来三心做的多，主要是咱在忏悔的当中靠上落去，啊，忏悔的成分嘛。所以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修道的过程哦，因为我是对于科学的环境起来，哦，所以讲，咱是老多做方面来说吼，咱修得了，我是化作一片太平，化作一片空气太平去了。但是已经去到太平，它无红绿灯，它无响灯光，但那有星光甲海岸。啊，所以伫迄阵的当中，华从。发现这个不如抓自己开心仰天长啸的心，来信文章，他投入在老子的怀抱。他说：“有一日，拄仔有看海会，发现迄个，迄个咱做的做吼是真厉害啊！因为圣人甲咱讲，咱的这个风景吼，伊本来是风景，但是你投入另外一个环境，也是污染。所以你吼，当自己可爱的环境。”那么有些课外了后，咱特别多的心情就慢慢去踏实。所以有些孩子有一个心理的时机，把这个床啊抓完，然后把一张放了海边一家，伊等于修完起来是等于所有的家的，只要下些规则呢，拢满意满足。不下些规则呢，伊原来的像那毛细啊，那拢掉掉一张啦。啊，咱最主要的目标是啥呢？这个鱼类那不安，其他的种类，其实一家一家的发表都当成大海嘛。吃火鸡啊嘛，吃火鸡蛋，所以就用一个方法，用一大块块，是用个圆形的那气缸，放一个大块块，啊，把那个把那鱼解掉，啊，把肚头的水。啊，都提个水银啊，在甲做，伊个水银规个啥物事啊，无好来倒水了，啊，甲提去洗，啊，伊个人啊，都系水银乾乾的，啊，表个
目标，啊，咱从啊丢掉了，从啊投入生态的环境，啊，咱台湾那台湾那些东西，你当一口，我那是我工作摆的，嗯，等钱一到好，发现一天你看的啊，你在哪工作？你管我海里啊这个环境，哈哈，人家那说话到酒里的风水啊，那说。啊，所以啊，当天除非我们修得了，你们的环境，啊，当到哎，啊，进出的出进货的，哎，你的来进的环境厉害，当然，你那一样享受大自然的环境。所以呢，从那不是讲多出来这个，这个散户的心哦，哦，好像是一个这个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但是呢，你要是处理这个。哦，伊一个初发心性不是众生用，所以修断自心是这个环境。所以我看是，伊咱生来的环境哦，慢慢当受咱这个中枢哦，下一个风土的环境。所以咱的环境哦，哎，不是听到伊看到讲假说之类，是因为最后的哎，迄个气温的升级，哎，拄啊是基础，一般的。是啊，我是个贵贱，就是伫当做迄个、迄、那个贵贱。我安那哦，偷出遮多，总是伫迄、迄年，还是秋到迄年的冬天，就要把那个头骨挠回来，他就要来修修起来，来离开那个环境。但是迄天来上上天出不了，你了无去，他了无去哦，是你家己后天嘛先买定，啊后天嘛讲到。现在就是在那地沟方，我现在是两处在这里啊，这里两个，那个在做打算，单单是不那是啊，前期一单两单东西不够成本，他说两不会两对等的，这两对等来哈，他在看黑嘛，嘛我都担心呢，总之我嘛我都在做这样东，这个孩子是花酒，啊，这个孩子比较重，出重坑。不加大的习惯，他生下就加多了。你刚放下习惯的时候呢，咱的主人都已经走了，所以说刚刚东西呢就换成他太太的一样跟修车。他太太说：“哎，习惯就到了身上，就是换成他太太了。”我哎，我想问我太太刚刚，这气氛不干了，太太说：“啊，这气氛不干了，有水气呢。”他说：“是啊，他那边的这个新的气氛太不干。”不然我穿长裤，穿短裤。哦，啊，其他会员公司，这部分是翻译蛮好个。啊，我是个四川的环境，蛮多可能讲，不要太讲过来人家做事。啊，我啊，我可能啊，就是台湾的变变的来人工课。啊，因为我啊，就是往那个要求，就是我曾经讲过的，我的环境还是认真。他说你太太说那么假说是这样，他姐姐说好来大我妈都给干回去嘛，但是你不看过你感觉关系，他说要来提出提出看看，还是说这样子的假说是还是修的这个贵的，那么当然这个贵的就是说咱做的这个水业就是在忏悔当中，当然你在静心忏悔一路的贵的你有特别的诶这个心目，所以等到去操作的正常的那个南马公车那个沙车梳理然后到那个看他还刚礼拜天到了后我就分析了上去那个救援医院，他是我这样整块这个操作这个腿的中间一点，他已经是哇本来的脚就被弄搞掉，我跑啊你跑啊发现讲就是讲，我即阵啊，打起来拢无个爱用，肯定就是讲，甲迄个，迄间医生拢无伫个，有迄个住院的医生，但是到尾啊，我都发现我是确诊啦，爱来看看讲我的头发比较短，我那个来皮疹症，啊，所以就甲即个皮疹症的要皮疹的医生，啊，是咧办手术，啊，是咧在动作咧是这方面咧，遮偏起咯。啊，膝盖的部分有点晃晃，压得恐惧了。我阿婶压得对我不高呗，他看来去操作的时候，整那么多手会当两个眼睛，
拄仔食有声音，啊看人现身，啊咱就感觉咱找遐有多哦，啊即个忏悔的机会，你也拢无。真正也是拢在跪落来拜，啊结果咱这些古话我也在那跪落来拜吼，迄脚都还冻泡，啊跪落来，真正甲跪落来，我拄仔苦苦的，是我的眼光看到我的后生，我的脚有仔跪袂落，关心怎样？啊！迄阵一个念头，心念是我生下来念头，就是咱过去做的做哦。啊，过去做的做，我食的时候，我才发现是在面条生活。啊，这其他吼，伊拢甲这样子，其他一个大块折断，他才用一个迄个机械啊。啊，伊是电子上锅，无用微波啊，用超音波，啊，这样子火速火热，两下子就打开，佮个。也无可能是伊个吃，啊，所以咱就是讲，毋是按食来食，无处处，好啊。加起来啊，规路咧见江了，看到了，从海湾路边脚拄啊停咧，生活就是压根是涂骹咧走迄个情况。啊，这情况就是看住了，较袂着迄个暗暗时啊，咧用餐的时阵，哦，遐个情况遐小姐伊十六岁就先靠手机啦。所以讲，我唔捌食过青蛙，我唔知是怎情况。所以，伊讲，搭头啊，他讲着青蛙，我想着我三人，我咧现场迄阵咧看的迄个叫青蛙的情况，啊，他讲，哦，啊，咱个是差不多反正在遮讲，你甲所有的配料了青蛙条件，啊，甲放天雕塑，啊，可是我阵有想要甲青蛙海就想着，啊，其他他咧就，啊，其他食好啊。人家安全的是在我啊，你这个是在各个头壳的是这个三分，啊你脚的这个折断，它就是吼，特别的折断的新闻。啊所以看到说在照会之中吼，你唔看我的新闻，你唔忙，你唔忙个吼，讲可以看到怎样嘛，能够折新的那个经历的。所以咱非常难得的是，你咱都不是不读，哦，看我。我所在这个都在讲的啊，这个是在这个哦，凡事之中不忘初心，哦，家己这个从心的修炼哦，啊，是获得之中不忘初心，哦，因为这个都假料，可得可得亦可记得，所以这个万有归宗哦，是和他的天文学的精神，哦，是可以直接的化融的，哦，他们那都是大的。但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哈，是在记住这个万国飞龙跟老多书，这个同文。现在对联在介绍案例，哦，因为那边介绍对联哈，哦，按计划的都做成的那些对联哈，在对联中，这两对对联哈，就是有咱的根源。这个是有咱的根源，有心的跟咱结合啊。啊，所以这边是新儒文正宗这些语言共享文艺片天下。好，啊，这边是第三性为人化教科学和轨道地道乾坤。好，这是对联的这个叫做配对哈。啊，这款的结合是心意啊，安尼哈。啊，恁即摆呢？即摆即个即边即边啊，都是新儒文正宗，咱即摆就是儒家英文三级佛教，白地啊，普陀这段时间叫儒家英文。所以因为儒家英文，咱即边即个唔免出家做和尚练功，唔免苦修苦练，所以这是儒家英文。咱咱大家即个大家修得，大家很熟悉啊。啊，所以这个是儒文。好，啊，儒文基本就是正宗这些语言，咱这里是这个大多是正宗，不是唐书，不是无道统的，不是无宗书的，人讲正宗的对啦吼。正宗咱物件啦，纯粹由迄个地方出来，讲做正，叫做正宗，正宗的啦吼，不是对方位起来膜拜的，所以咱就是正宗的吼，咱基本现在儒文。这个时阵是正宗的，哦，啊，这个大多普遍是咧正确，咧真诶世间，哦，言行，啊，言行就是咱讲
这个叫做上天咱今日人，咱孝亲的礼去行，去做叫做义，叫做义有义的。哦，所以义家义啊，就讲按照有道理、有这个有规矩的代志，按照道德仁义去做，叫做义家。道德仁义，所以咱今日这个讲话的用哪话？咱啊依照道德为依归，这种叫做义行。好、哦，所以人讲礼门义路，就是讲正当的行为，这种叫做义。所以义行公常伦理遍天下。所以今仔日三字一文儒道一文，就是要推遍这个公常伦理，讲谈伦理咧。现在中国本来古早就是公常伦理，好、哦，这是新的意识。一直是到现在，因为世间拢是追求着科技，啊，追求着这个叫功名，啊，所以把公常伦理这个物件怎啊无成啊？啊，公就是公就是三公，常就是五常，吼、哦，一从啊三公五常合在叫做伦理，会当骗人哈。所以这个现在天生好多这个经验呢，会当天开的。拢总会当接受咱一贯道，就是因为咱无叫人离开这个社会，无叫人离家庭，所以高尚的人地，所以为现在一贯道普遍传遍世界，现在是108个国家，哦，有58已经有申请合法。所以今年这个马来西亚，你想马来西亚一贯道总会，哦，啊，今也是五年会，啊，第二个年第这个。这个叫做印尼米兰成立米兰分会，因为伊也正大个总会啦，所以叫成立米兰分会。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大道已经普遍的世界，所以呢，叫做这个大道叫做世界性，也叫做国际性，不是单单台湾人的事。包括非洲，包括美国，包括英国，包括其他的国家，阿拉伯，伊都足相信咱一贯道的这个文化。哦，所以这对是一个讲人。也按了七点，七点，以三性为面，先叫做三性，三性就是讲咱老祖宗、师尊、师父，师尊就是这个话来转世，师父就是咱观音菩萨来转世，所以这叫做三性。所以咱讲真嘅是，一是的这个印这个三性的为面，就是叫这个道统传落来。诶，这个一代诶祖师，这个观念，化众和合，哦，化众要化众，要度化众生，咱来呐，咱来有和合，就是讲和而不流。所以讲，这个世间虽然咧交世间人做伙咧修合道，但是咱和而不流。东风，哦，人讲东之风，东之神，哦，和风东神呐，吼，和风东神。所以咱交世间的人相共和合，但是咱今修的合道，咱有佛规道矩、佛的规，所以咱今麦即个有修五戒，叫做佛的规。好、哦，咱若有遵这个戒律，自然咱人生伫这个修道的范围，咱就会规不了这个规矩。啊，所以佛规道矩，规就是佛的矩，规道矩就是讲咱的这个儒家这个矩，哦，方正的讲矩。所以咱常在讲规矩，规矩就是讲，来啊，我爱福官，啊来爱福，所以官员啊人福，哦，叫做规矩，度乾坤，安尼才互咱世间的这个男女乾坤。今嘛只前边啊，这两句，杀刀剑刀落，破船劈船，为人赎身团。哦，这两句是讲咱师尊应允，当时是这个来做是呢，17祖师。17祖师，伊吃饱，迄个时候传了师尊了后，伊叫伊等于山东开封，所以山东伊也就动怒，哦，啊，破防一关开始，一关就伊也开始，哦，啊，毁灭属心房，这个毁灭心房就遐变上去，啊，这边一关，这边啦，发现西行大会三元建分培养年，一年一年，不是几啊年年。对啦吼，啊，这个就是讲发现这个，就是讲师父普渡伫山东，师母建温开德伫四川，
啊，所以接着已经应允未来，咱常常在讲以后人中华大会，咱大家拢那是做听捌听讲中华大会这句话无？未来中华大会就是地川，啊，所以把它称为地形，啊，下讲把它大会，地形就是四川啦，啊，啊，后来叫地川，所以过程是先四讲个呢，公发接地形。大会不是，挥发四川和金市，桂林北海庆丰文，桂林北海庆丰文，这就是在讲中华庆会丰文会议的时阵，庆会是某一个所在，所以才讲大会三元庆会别样的。好，这是这个最简单的这个意思。好，来，先请问这几位哈。咱这个六十四代祖师哈，也大家讲这嘛是咱一贯的咱现在咱家的这个文化，哈、哦、啊，比方来讲，咱这个一贯的是历代祖师有师祖，唔是迄个无师心的就对了哈、哦。所以咱这是有师的师传，啊，六十四代祖师，那要拢总介绍介绍，然后这一波介绍会了啦。每一个一个介绍，一个介绍一下。哦，那么呢，咱现在就是讲，它简单，它整体化，啊，一个重点，给咱介绍一下，安尼就好啊，吼、哦。咱即阵叫做火气金龙，所以即阵叫做东方，哦，东方第一代祖师叫做火气圣帝，啊，火气圣帝，啊。啊，因为咱有个人叫福气大德，啊，你为甚物讲叫做福气圣德？哦，未成佛也是圣德，哦，啊，所以咱拢讲啊，做怎讲叫做圣德？凡是东方家咱拢讲叫做圣德，哦，所以第一代东方圣德就是福气，第二这个是金龙掌德，好、哦，这个叫做圆观音德，这个叫做萧何辩德，这个叫做专雄。天地叫做佛地，那么这五尊，我讲今物我就讲一个因缘啦吼。当时黄秀敏黄立发委员带叶世南一个博士来到遐，我来讲先讲先对人歹势，我是这个介绍讲这个业界做好，伊就甲我讲啊，这种假啦，拢骗人的啦，吼、哦，咱中国历史话拢人写啦，日本的嘛拢。拢安尼做来啦，无自信啦。吼、哦，迄个时候我来甲讲，其实啦吼，那日本的无自信，是我唔敢甲你讲。一个咱中国的历史讲些无自信，我未肯定，我未接受。吼、哦，安尼啦吼，我讲我未接受，这是咱的生命上底，但咱看不到遐，了解不到遐，所以咱甲甲讲，历史拢都甲我讲，讲起拢假。啊，你啦吼，所以我来甲讲，我话啦，内心上无解平衡啦，我讲三句话啦，讲四卡，吼、哦，这我不可故意害者，苦矣呀。讲这四卡，你不使甲我害，你甲我害，都害到我，我害我就唔怕的，因为你一心都拢伫迄个正啊内面啊，你甲我害，你知吧？对不？哦，那有一日我大水顶起来，大雨飘出来，伊去到伊那伫咧下面去发海里嘛是不能诶。好、哦，所以你想讲，这蛙不可故意害死，苦死呀！好、哦，这蛇虫不可故意冰呀，重死呀！夏天的虫，你若讲冰，伊讲我唔知，我唔知，迄冰先是啥？唔知。就亲像咱新加坡的杜清辉等来台湾以前。伊讲啊，恁台湾气候，你讲阮台湾真寒哦，迄是寒衫哦。伊讲啊，寒衫做安怎？我就袂晓甲讲。尾下我寒衫做安怎？我袂甲讲。啊，寒安怎寒？我唔知，恁定下当去感受。即摆会定下一日寒，好，寒得出来好，出去会烧汤。啊，只要不会打架。你今摆寒了，也不会打架。然后一日寒，出去会紧张啊。伊就讲也不会打架，也是伊讲啊，哦，安尼换到其他的啦。所以伊今物那边大，侬讲过啦，换也不会打架，哈，安尼就是换啦吼。
所以我也会甲讲安尼，讲世上不可无以兵者，重视者，确实不可无以道者，所以道。确实就是讲，即个无受着正当教育，无咱中国文化传统的人，你甲讲道，伊讲我有，所以道就是伊的教育无够，安尼啦吼。所以我也会讲，可能咱咧话不服的听有啦吼。啊，就同我就较无一点反对讲，即种建议啦吼，安尼啦吼。啊，所以安尼了，我来讲，讲自咱福气啊到迄个现在，经过差不多1100万，要到1200万，即个月要到1200万。那这1200万的当中，无形中五行相生，所以五行相生。啊，所以咱中国为什么甲咱制定春天开始？一年开始就开始春啊，春天开始啊，所以春属木属冬属青，所以春天望见树木就欣欣向荣。所以第一个圣人，第一个这个历代祖师就对伏羲开始，所以伏羲叫做东方青帝，东方青帝，伊属东方青帝。哦，啊，因为伏羲属东方青帝，伊属木。木啊，属土，哦，啊，因为木会生啥？木会生火，对无？木生火啊，所以木生火叫做神龙降地，一个是神龙降地叫做五谷王，所以呐，咱若去庙里看啊，五谷王，迄、那个面上红的迄个五谷王，一个面乌的叫做药王，药王，所以迄个叫啥？一个是形容四个特，啊，形容四个特，第二知影讲感恩不动，感恩不动啦，所以伊嘛了解得起，喜欢活动，所以伊食感恩食一个煞真好个，哦，啊，所以若要甲讲个，咱若去别人看到，迄、那个上负面个就是叫做药王，好、哦，遐若看到方面呢，就是五谷王。哦，安尼就对了吼、哦。啊，所以呢，这个阿怪为即阵廿七岁的，这是叫做五谷王。啊，啊，那吃油草的，迄个叫油王。啊，这个油安尼分辨。哦，啊，那你遐过去中国记载是讲五谷王的，因为这个油王的速度是琉璃度的，琉璃度是透明的，透明的，所以食种物件就看会知影这个气行到底，所以伊呾。发现迄个药啊，哦，啊在要解决咱这病症的这个病苦，哦，啊所以伊讲会来看，看甲迄个感冒啊，迄款药草啊，叫伊中国民补的，也是作一个名声到底，讲名到尾嘴，名到尾嘴啦吼，尾嘴，讲起迄个药啊，当时啊，直直吹，哈哈哈哈哈，哦，是安尼，传说安尼讲啦吼，啊，有影无影，这咱唔知影啦吼。哦，安尼吼，所以这神农叫做养地，啊，啊，这木来会生啥？木来会生，啊，哦，火来会生啦，火会生火，所以乾卦叫五地，五行中央五一套属五，哦，所以乾卦叫五地，啊，一五地当然伊嘛发展足济啦，吼，哦，啊，即咱大家就是较知影，所以咱即卖现在，咱现在人大家拢讲，咱做养红的子孙。阳历甲阴历的子孙，阳王的子孙，咱是对遐传下安尼对。哦，啊，所以阴历了啊，阴土来会生啥？会生金，所以交互这个金天地叫地地。好，啊，金会生水，所以专属叫天地。好、哦，天地属火地，啊，所以叫做。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啊，哦，安尼就叫做五帝，啊，到天到地，啊，这个呢，地壳，啊，叫做地壳，啊，叫做地壳啦，哦，地壳，这个就是哪呢？这就是，这个一尊，这个一尊，啊，哦，安尼五帝一尊啦，啊，五帝一尊。哦，啊，再来就是宗教，啊，啊，医术，啊，啊，学武，
这三个就是咱大家咱一般人咧讲的三界公啊，三界公咧讲得到无？到正月初九咧拜神，讲拜三界公，三界公嘛叫做三官大帝，啊，所以叫做尧舜禹啊，尧舜禹。咱即摆七道，咱即摆七道吼，上天老母娘并三界公尧舜禹。甲咱地府求名先挂了，所以咱即卖若咧佚佗，迄个龙天表文拢讲，即卖请三官大帝甲咱起天堂，地府起天堂，天堂挂了地府求名，就是讲三界公、三官大帝，所以尧舜禹就是咱正月初九礼拜三界公。那因为呢，咱即卖咧讲，即个咱即边只就对伏羲、啊金龙、天官啊即、這个。萧何啊，全约，吼、哦，安尼就来到家，安尼一个交的。那么呢，由家来甲介绍，就讲咱今日咱了解，这个咱中国的道统，中国的道统，甲这个修冥冥中有五行相生，甲相克，所以头啊相生运，尾啊相克运，尾啊相克，所以咱中国的历史，咱啊以人啊。等甲看，咱就知影。所以人讲，人迄一款最近看文书写拢安尼啦吼，因为人会解讲这，所以吼看会远，所以阿哥尤其目睭生会头疼，所以拢有看别人，无看家己，所以见人甲做正，互咱自明，互咱自明啦。啊，就做正，互咱看，咱家己讲，我到底是对个歹啊，对条歹无对条，清净无安怎无？好、哦，安尼吼，一旦以历史，互咱，因为咱拢无迄个智慧，所以咱无智慧，所以唔知影智慧，所以才用历史，互咱增加智慧，才互咱知影讲，到底这个叫做历史的兴衰，兴甲衰，啊，福甲祸，互咱办，所以因此呢，才做。这个物件，所以咱来一当以咱中国历史来甲看，安尼呢，自然就讲讲五行相生甲相克，所以从这开始是相生到转向，即相生。